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您讲解这个第三届招商地产杯中韩围棋团体对抗赛的主将之战，是由范廷钰对阵韩国的金智熙啊。啊，这个主将之战非常关键。是的，是的，就是说在双方，因为总共十盘棋嘛，两轮五对五，这总共下两盘棋。那么十盘棋如果说下成5-5的话，那么就看主将谁胜，哦、就是那这盘棋确实、哎、哪个队就赢了。所以说这个第一轮呢，他是没有主将的，只有第二轮才有主将。哦、那他这个赛制跟围甲是非常的相似。嗯，有点像，确实。因为赛前嘛，我们也不知道，就是中国队是按照什么样的这个规定啊，或者说规则来排这个主将。嗯，现在来看，可能我想是不是因为中国队这几个棋手，只有范廷钰在围甲号称是铁主将啊，有这个关系是吧？可能他在之前因为英式杯刚刚3-1战胜了朴槿桓嘛，可能哎觉得势头比较好，是不是有这个关系啊？不过印象当中金智熙也是成绩非常好的一位棋手。对，金智熙去年在围甲的主将好像是全胜啊、哦、创造了历史记录应该是。哎，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很多时候就韩国的外援过来下联赛、就像第一年赵汉成登陆围甲，也是下得特别好，虽然没有全胜，对，而且帮辽宁队是夺得了冠军。对，这回去年这个金智熙也是第一次登陆围甲了，对对对，他也下得特别出色。而且我觉得就是韩国外援他们下围甲，就是他们有几点就是很明显的特点啊。一个呢，就是韩国棋手他没有中国棋手那么多的，就是患得患失啊，或者这种各种这种想法嘛。另外呢，就是韩国棋手对他们来讲胜负的刺激非常大，他们奖金非常高。对，因为现在经常是赢了可能给你那么多钱，输了就没钱。对 对, 对，一毛钱都没有。韩国棋手确实是怎么说呢，他们在围甲中我觉得也锻炼了他们很多的就是个人的素质。是因为这个在韩国的围甲这个完全没有我们这种氛围，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到一支围甲队包括领队教练包括他的这个工作人员，每个人你身上都承载着他们的希望。对对，是的，大家都在为这个队的进步而努力啊。对对对，但是韩国好像这虽然也有围甲，据说他们是学习了我们的赛制，对，但是他们好像看得没有那么重，我觉得。对对对、我觉得他们可能因为他们没有那种地域的那种观念啊、是，比如像我们这种就是好比一个北方人或者说跟一个那种四川人相比、对，那种感觉真的不一样，我们中国。好，这个说的有点远了啊、我们下面先来看棋吧。这盘棋呢是由范廷钰执黑先行的。他是星。范廷钰这名棋手呢特点非常明显、就是后半盘非常好，他喜欢实地，酷爱实地可以说。但是客观来讲呢，他的布局其实问题还是蛮多的。我觉得就是从他现在来看他的布局，就是说你一个有一定水平就是中国的一流棋手吧，布局比较好的，都能感觉到很多问题，就是他的，而且都是很明显的问题。但是当然现在围棋嘛，决定胜负的都是后半盘。没错没错，像聂老布局无敌了，但是确实也是不好赢啊。这一杀怎么办呢？确实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年轻棋手呢都是以中后半盘强而著称的。对，但是如果说他们想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能够保持在那个高度的话，那么你前半盘必须得要提高才行。对，这个是占星。这部棋呢是古力发明，应该说是古力经常下，然后到后面就是有很多韩国棋手就是照搬硬套。就拆这个。对，韩国棋手其实现在很简单，他的年轻棋手就是把古力的常用招数全部照搬一套。很简单，这个也很实用，因为大差不离嘛，其实那个变化100就行了，不用创新。那古力也挺累的，他这个前半盘都是他殚精竭虑可能想出来的招。对对对，一会儿就被人学去了。他是经常前面优势，但是现在后面一搅和起来，他可能也是不一定搅得过呀。这个手脚，白棋手脚在这儿。这个一看就是范廷钰很坚实，他的风格有点像以前的，或者说小林光一啊这些啊、是这样，赵志勋之类的啊。挂角在这儿。这个一间家，这个是方向正确的选择。黑棋点33在这儿。对，这个定式好像我是觉得很多年都没有见到。
对对，好像这种情况现在有点少。嗯，但是这个棋呢，在古历下这个星的对局中有不少，因为下星基本挂角，如果你是先挂，它可能会飞一个；后挂，它肯定是要加。嗯，它这个棋呢，专门对付中国流。你可以看一下下城实战的结果。正常来讲，他假如说立一个，立一个这样，是大家能看到呢。白棋这个棋其实是有点虚的，对，我相信业余棋手都能感觉到这个空啊，就尤其是这个形状，反正我小时候下棋是经常遇到，嗯，这个空下一会儿就没了，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没有，这个是有点虚的，这个地方更虚，嗯，但是呢，白棋现在站住一个角，嗯，白棋的这个势力。大家可以看到中国流现在这个势力跟白棋的全局的势力相比，嗯，它是明显要差一些的。没错，所以总体的结构来说，我觉得白棋挺好的。对，这个棋全局白棋是可以满意的。没错，嗯，是，因为你不能说一开始下个定式这个空就属成我的了，这个有点太理想化了，好像。这个定式虽然有点不好控制，但是作为白方他是满意的。对，他上来毕竟把黑棋赶到角上去了。嗯，是。实战呢是这样下的，嗯，在白棋长的时候，黑棋往下立了一个。啊，这个也是老定式。对，很久以前的。嗯，我记得以前定式是走这个。盖住，然后黑棋立一个。嗯，他白棋要打。嗯，是。这样呢，跟刚才那个定式相比，黑棋做了这个立的交换，但白棋这个平压明显这有一个扳的隐患。嗯，这以后，那现在如果人家想扳也可以扳出来。对，嗯，这个是优劣难分。是。实战中，这个我看很多人都是飞这儿的。对，这个飞这个其实是有，是吴大师发明的，是吴大师在，90岁左右发明的。吴清源老师。对，嗯，因为我记得以前就是有一段时间还有那个日本的杂志，上面经常有吴大师写的叫《21世纪的棋》。嗯，对，现在就是21世纪了。对，那个时候还是20世纪。嗯，吴大师发明了不少东西，现在大家都还能用。嗯，比如像很常见的这个无忧角的尖冲。对，当然这是更早一些，后面有一些具体的招数，吴大师还是就是对这个都做了诠释。没错，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他说的时候，大家好像都很难理解。对，过几年就理解。对，得慢慢才能理解。所以大家现在说吴大师确实是就是厉害。嗯，是。他这个飞的这个主要的好处在哪儿呢？这个飞呢，首先如果你不走的话，我将来打，那我得硬一个，要不然他一点要死了。我赢哪？可能还是盯一个是本手。盯一个吧。你如果走这个的话，我下立将来这有加。嗯，或者有很多种下法吧。那这样呢，你立一个明显是白棋得分了。是在这个形状，吴大师还强调有机会白棋要把这个扳粘，黑棋很难受。哦，这个都是吴大师曾经讲过的，要把这个扳粘掉。对，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你这儿有一个子，我就扳粘你，那你呢要不然拖，要不然就补一个。你要补，我这个硬腿很厉害，你这儿对更加局促了，就不太容易打入。是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一路得扳粘掉再说。对，这是。那如果你现在走这个呢，实战也是拐了一个，白棋就跳。这个不要去扳住它，这个太薄了。对，扳住这个形状很难受，看起来就是不完整的棋形。是，这儿有点，将来就算简单的点了加，白棋局部也不好下。是的。那它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黑棋的这步棋，这个硬腿，这个力移到这儿去了。嗯。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嗯，肯定是黑棋这个硬腿还是在这面好一些。哦，你觉得还是应该在这儿？对，这样吗？因为它确实是后面把它空都拐掉了，但它这本来就不是什么空，它这个后势把你这儿就完全消掉了。你这个，嗯，是，嗯，没错。其实立在这里呢，对这边以后，哎，这个有很多先手。对对对，确实，就是总是有个后门吧。嗯，对。它是实战是立在这儿，那就是说这个定式，依你的理解来说，你觉得白棋比较好是吗？白棋在这个局面下还可以。啊，我觉得定式本身呢，它在要看它在什么情况。啊，嗯，是，主要是这个定式下出来对全局的影响，然后全局对这个定式的影响。嗯，我觉得主要是这样看这个问题。嗯，现在总体来说白棋配置还不错哈。对，现在实战中呢，范廷钰现在是比较谨慎，手脚。嗯，他是尖角的。嗯。然后，白棋也是尖角。嗯。他这个手脚，
他先守自己的空，还是说因为现在有两个角嘛，嗯，他是不是考虑先进入人家呢？就是从我看这盘棋的进程来看，嗯，当时这步棋我是认为不可思议的一手，就是作为从逻辑上来讲，当然有点极端，我觉得对他的风格或者怎么样，这个也许是可以解释的，啊，但是从棋理上来讲，它是完全不符合棋理。嗯，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在这个情况，首先这个头是一个三路头，嗯，这个头是一个五路头，对，然后这个头到这儿只有五格，这边有六格，嗯，不论从什么角度来思考呢，这面的价值都比这面大。就如果说咱们都没空，那我肯定是，就是说黑棋肯定是赚了。如果说都有空，那黑棋肯定比白棋小。是，就是白棋的发展潜力明显大。我说这儿是五湖，其实不说这个地方，这，嗯，这儿对这个模样也是有影响。对，所以这步棋跟他交换是100%亏的。嗯，就是所以说，刚才讲过，范廷钰可能布局上经常会有一些问题。对，就是像这种棋是，我觉得就是不是很理解的。他有的时候就下棋会比较极端的手，对对对，这个问题已经就之前他的棋我也看过，嗯，也有这种感觉，对，但是他就是这样的风格吧，对，可能别人可能很难理解，对，执行自己的性格，这样性格就有一种力，是，应该是，但不管怎么说，总体来说白棋的布置，他的布局，他的配置非常生动，对，嗯，我觉得没有任何不满的道理，是。小范应该是占了这个，对，这个是很大，嗯，中心点，嗯。现在呢，轮白下，白棋现在这个着眼点肯定是在这面，嗯，实战中是震，对，比较直接的压迫。这种局面下，白棋除了这个震，还有什么好的下法吗？我感觉它首先有几个可以选的吧，嗯，第一个是震在这儿，哦。震得高一点，对，震在这儿呢，跟这个震这个最简单的一个对比呢，就是如果黑棋飞，嗯，黑棋还是守，嗯，这样呢这个震就可以脱先了，但这个震不能脱先，这个震被认为你反飞，你的方向就全错了，嗯，这个或者我不脱先我大跳也可以，这都是本手，对，这步棋跟这个相比呢，它的压迫性要差一些，但是呢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震在这儿，下一步飞也很愉快，嗯，这个压迫黑棋也受不了，因为黑棋这样它扁了嘛，对，你要在底下爬我在上面走，大家明显感觉这种大模样对大模样，嗯，还是就是不能再取太多的地，嗯，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如果是我可能会震这个，嗯，你震得高一点，然后等人家飞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对， 对，嗯，因为本身你如果守嘛，其实跟这个差不多的意思。那是，反正哪守哪个，我觉得那块空都是没有守住。对，总体来说，这个呢，我们好像还有一些下法。我记得聂老师以前讲过，这棋可能可以下这个。哇，黑棋跳的话，白棋再下跳。哎，嗯，很有特点嘛，他不是先走这儿的，这棋形可能大家以为是先走这儿，那先走这儿，人家是不是要尖出来？先走这个可能会被靠了长，哦，在这个局面下，这个好像是聂老师在一本七八十年代的书写的，其实就是当时就是我说聂老师包括吴大师，嗯，这些大师，嗯，他们对围棋的理解都非常深刻，是的是的，他们确实，我感觉这步也是好点，现在他可能会跳，这是聂老师以前一盘实战对一个日本老九段嘛，哦，他就是这么下的是吗？对，然后他怎么下呢这棋？嗯，当时那盘棋呢，这面情况不一样，这面情况，嗯，这面价值小，聂老师跳下去，那现在可以这样掉一掉，哦，这两步交换，黑棋也不便宜嘛，压迫人家，把人家压低了，嗯，是的。那实战中震，这个下法比较直接，偏直接，嗯，然后再拖三三，对，靠一个，嗯，他让围棋变得很简单。压，嗯，然后虎下去。这盘棋，这步棋是我最没能理解的，就是小范这盘棋我最不理解的一步棋就是这步。嗯，这个棋，我觉得，我不怎么都应该先拍他一下，是吧？对，这个可能我不知道
就是该怎么去看这个棋、嗯、就是说至少是从我小时候，不管是小时候的老师教的、嗯、还是就是后面打高手的棋谱都是要拍的。对，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如果说拍这个的话，白棋是不是会挡下去呢？他肯定不会接吧。对，这个接不能忍受。这不是棋，好像接上，如果说不是围棋，黑棋就简单接上、嗯、白棋这个里与外的交换扛不住、啊、底下都很轻嘛，你冲下来我就拆二，你这个大损。对，我这个子宁愿被抓了我也不能把它接上。对，无论如何不能接上，我可能会挡下去吧、嗯、我觉得挡下去，其实我觉得黑棋就拆个二又如何呢。哦，那么就是说你觉得这个地方被人家挡下去不重要是吧？这里因为这步棋不是显得很损吗、嗯、挡下去之后，而且不觉得这步棋拍出来之后黑棋的全局又就是改观了吗？因为看到这步棋以后，你发现这个整体跟这边就白棋两边已经在打架了。对，嗯，我觉得这样才能显出来刚开始取地包括这个坚持的取地是有道理的嘛、嗯、是没错。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不知道你拍完了之后打算干嘛。我现在觉得你拍的挺好的、嗯、对，其实我就算提了也无所谓。我不知道你拍完了要干什么，反正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这是肯定会拍。对，而且我可以说是基本上中国所有的80后棋手都会或者说是70后棋手吧、那更早的，我觉得更早的棋手更契合。嗯，会拍上去。对，实战这步棋反正作为我是下不出手的。他打吃接上、嗯、这样一来呢、嗯、又被白棋转到外面了。嗯嗯，实战是长。对，白棋在飞。是的，我觉得看起来是不是白棋目的也算达到、是，所以总体来说白棋的配置跟这边连贯上了。嗯，刚才呢这个拍上去明显是破坏人家意图的下方。对，我觉得确实，哎，怎么说呢。所以小范有的时候是有点极端，可能。对，应该说每个棋手的风格不同、但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的90后的棋手、他的棋带有他明显的性格特点。对，比如像就是陀嘉熙。陀嘉熙是那个非常力战。陀嘉熙平常是一个很可爱的就是年轻的棋手。是的，嗯，但是他下棋呢就是一般外向型的棋手、他就特别力战。是吧。嗯，我觉得他搅和人家的时候简直一套一套的。对，反正搅得一愣一愣的都不会动、对，很有意思。因为陀老那个，像我有时候也跟他接触、陀老虽然小我很多岁、但是他经常给我讲讲道理、我觉得也挺非常有意思。很好玩。嗯，飞这个。对，像陈耀烨啊，就是范廷玉啊，这些棋手他们的棋风明显跟他的性格特点又有是就是我都很少看到他们两个人有笑的时候。对。这真的是确实。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很少看到他们两个人。对，他们也可能像范廷玉的性格更硬一些，就是我感觉、范廷玉是一个，因为当时他们对待保级的时候他一直就是力挺，就是靠他一个人。嗯，反正我觉得范廷玉的性格非常非常有自己的个性吧，很刚强哈、确实。嗯，他接下来下什么，在这儿吊一个是吧？嗯，没有吧，这中间就是大概这个位置，就是这儿吧，就是这儿是吧。嗯，你觉得这步棋怎么样呢？我不知道，这局面我不太会下。嗯，我第一感是有点深。有点深，你觉得再浅一点吗？因为这个地方它的空并不是很多嘛、因为底下都是漏着，它如果说深到这一路的话，代表它这盘棋形势应该不会太好。嗯，他看起来他的策略像是先把空先守住了、然后我在中间再跟你洗。嗯，范廷玉很冷静、在那个中盘的接触战中经常会就是说特别冷静。嗯，像我记得那盘英式杯，嗯，最后一盘逆转的。对，那盘棋就是所有的棋手都认为他输很多，然后呢、是的、我本来人家告诉我这棋已经输了，你就不用看了。对，然后过了一会儿晚上说他赢了。对，当时就是他的冷静让朴廷桓连续出现错误。是，就是后半盘的时候、因为朴廷桓是韩国的90后的第一高手，也是90后所有棋手中第一个拿世界冠军的。就是客观来讲啊，朴廷桓是非常强。对，是的，而且我们中国很多棋手对朴廷桓的评价非常高。对，但是最后棋下得很清楚。对，但是他经常在莫名其妙的后半盘的时候会犯错误。对，可能还是需要再多再磨练一下。对。这个分段是100%的一手。嗯，这个棋如果被黑棋连上的话，白棋就没办法围了，因为像这种围控是非常不可取的。嗯，你跳一跳我跳一跳，你每次围4格，你一次围8目，
就是你只围这些空，我这个围得非常大，而且你要明白有句格言嘛，叫后世不围空。对，这种后世如果成了这种空，这个要被小时候学棋要被骂了。而且这个后世呢，你将来围起来很不舒服。对，底下你没有围住。对，这个底下也是露着的。对，如果没有边控作为基础，拼命在中间这样围的话，是围不大了。对啊，到处会被以后会被挤压的。对，所谓金角银边草肚皮嘛。是，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因为中间有四面，嗯，然后边有三面，那个角只有两面。嗯，所以效率会不一样。这个分段是必然的，在这儿啊，依托后世作战，对，这是必然的。啊，往里蹦，跳一个。嗯，像这种棋呢，白棋要围，肯定是围这边，但围这面这个棋谁好，这个一般人判断不出来，太困难了。对，如果说判断呢，可能正常来讲需要1到2个小时。如果在这种用时又不多的比赛中，判断这个，我觉得就是当时。你冒的风险很大。不，这个围到这里，这样要怎么判断属木吗？属木就是属木。然后这个棋呢，你先数最简单的飞一个，你够不够？然后你要把其他东西，也不知道会下什么，你要思考的东西非常多，所以判断要1、2个小时。这太难了。嗯，最简单的是飞完了之后看看走这个谁好。哦。但是这个棋你想半个小时，正常来讲，得到的结果是，哎呀，搞不清了。可能想1个小时，这个也不是正解。对，所以这个带有一定风险。这个棋肯定从棋理上来讲没错。先断了它再说吧。对，因为毕竟白棋厚。调整一下。这就很明显的一个打入。这个。顶他一下。顶个是好时机，是一步很妖娆的棋。他想便宜他一下是吗？最好是他能长一个。那当然不可能长了。对，那白便宜的事儿，这估计金之西肯定是不会干的。嗯，他如果不顶的话，是以后有个二路点。他这步顶的主要原因是，现在我先问你，你要什么？嗯，如果你要这个，你的目数底下跟下力大约损了得有一个贴目。哦，那差飞了。如果你下力上面已经薄了，那这个顶，我本来这个什么，这些都是牵手，你是个软头。嗯，那显然这个顶将来作战能用处很多。嗯，就是现在我先问问你，你想怎么样？考验一下。对，这个在对局中是很常见的一种，就是策略。嗯，而且这个时候可以争取时间。对。然后你还很痛苦，消耗对方脑力。其实让白棋很难受，他不知道到底是应该往上长还是往下立。对。往上长一般不太肯。嗯。啊，这被人家白便宜了。对。所以白棋下了这个。对，这步棋看起来确实不错。嗯，看起来是不好棋，因为下在这个位置是怎么个意思？他想攻着他是吗？对，刚才我们看谭笑那盘棋嘛。嗯，谭笑通过攻击围了一些空。嗯，他这个棋呢也是说让你这几个变薄，变薄之后呢我把这个凿了，应该空就还可以。因为刚才为什么我说黑棋是绝对不肯的，像这个棋形简单，将来白棋搬黑棋的局部都很困难。黑棋不能吃了它是吧？吃了它就被翻吃一下。如果吃被翻吃，嗯，大家你应该你走这个被我顶一下扛不住，你只有接上。哇，那这个目数已经对，这个就相当于如果白棋先手定型成这样，大家就能感觉到黑棋的子效并不是很高。对，这目太惨了，已经被全压缩到脚上去了。对，所以他走这儿，然后黑棋现在搬出来，嗯，白棋刺了他一下。这盘棋好像下得很激烈，对，我们必须加快点进度是吧？对，觉得要这个感觉上，我觉得呢，嗯，像这样就是一个双方各取所需了。嗯，大家能看到小范下得非常的坚实，他把空彻底的捞掉，嗯，连劫财都没几个。对，然后中间要把这块棋处理好，挡一个，断着。这个感觉上他怎么不能断那儿啊？现在这个情况，这个顶是先手吗？冲过去了，我就冲过去了。哦，那他只能断这儿。对，他还是顶吗？他还是顶的，夹住。小范在制孤方面非常强。对，一般像这种风格的棋手，对他很难制孤不强。看家他如果制孤不强的话，可能下不到这个水平。对，然后这个时候跳，
他这个下法都其实是他的逻辑很清楚。嗯，你要走这儿，我就冲断，这样你站不过我。如果你走这个，我飞。嗯，就是这么下的。对，其实就这一片进程来讲，白棋完全被黑棋牵着鼻子走。嗯，这也是我觉得韩国人偏弱的一方面。韩国人的那个就是转身啊，各这种东西，他们没有中国人清楚，可能没有那么灵活，是吗？对对，因为可能也因为中国大多数棋手都是从就是打聂老师的棋谱然后传承这种风格，嗯，转身比较灵活，这个传统还是很有关系。对，这几步棋非常大，我觉得白棋走的都是边角，包括这个被抱吃也很大，现在这个靠断也很明显。现在我觉得黑棋挺不错的。对，现在他一下转过来，是之前的配置是白棋好，白棋在这边的攻击非常有问题，下的就是被黑棋牵着鼻子走，他没注意，他又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被牵着鼻子打入在这儿。其实范廷钰他在中韩战斗的大局非常好，这时候他靠这个自补，就明显感觉到形势已经得到了自己的认同，是他觉得不错，所以把自己加强一下在这儿。他靠这个嘛，就是第一秒是靠这个，第二这个也不小，第三呢，这底下也挺大的。他就是说看你走一步，我形势已经不错了。白棋现在先加一下，对，这个加跟搬基本上一样。嗯，下的结果是一样的。这个虎好像现在很大吗？这个虎，虎好像挺过分的感觉，这跨段怎么办？好撑啊，下法。对，果然就靠断他。嗯，他这个下法显然也是意识到形势不对，很难说好。他已经把刚开始的优势全部丢掉了。是，黑棋的目数太扎实了。嗯，这儿这刚才已经对这个抱吃捞了一大堆了。这个抱吃包括将来这个尖，其实大家都算目都要点上的。嗯，这个抱吃抱了将近20目，其实。哇、哦，那么大。嗯，真的很难想象。对，下棋也是点目的时候，有些东西。就是看着、哎、你看着没多少、像这种棋这一贴出来白棋气这么紧、感觉上白棋非常困难。是啊，我又被靠断太严厉了，这块棋要怎么办啊？这个范廷钰他的这个风格全发挥了，这么硬的形状对吧，他之前这些全是好棋，对，现在等着了，白棋的问题就出来了。嗯，这个看到这儿小范应该是没问题，觉得挺好的。嗯，这个金智熙以前号称是韩国乱战第一高手。嗯，听说他力量特别大。嗯，就在战斗方面，他绝对不惧怕任何人。对，以前给他的评价叫做力大如牛。冲过来，在这儿。嗯，这个看起来白棋没有任何的成色。嗯，这个打吃是好棋。很遗憾的是，不能直接挡住他，是吧？嗯，直接挡住会怎样？会断。他会断吧？嗯。显然是这个段很残酷，因为你现在这个地方气是紧的，现在站不过，来不及。嗯，但是没关系，他可以先搬一下再断，先搬这个。嗯，白棋搬这个，这个如果白棋搬的话，可能被黑棋蒙在这儿，这下就挡住了。对，这样白棋是不行的，白这没法，黑棋全都搂回去了。对，这面一打吃也是要爆炸的形状。嗯，这也是不行，搬可能也是死马当活马医的一种方式，长。嗯，再穿出，这棋，白棋下不动了，已经太撑了，白棋已经。对，大家看到这五子已经到位了，基本上，然后别的呢也没什么。对啊，这时候这棋下得很顺利，他就现在断了一个。对，这都下简明。嗯，断你只有走这个，不能被我刷过了。然后打吃一下，嗯，然后接着，嗯，这个棋好像基本上已经胜利在望了，因为这个棋我再摆两步给大家判断一下，他跳了一个在这儿，扑死了，嗯，实战中走这个，嗯，顶一个，这样我如果点摆一个简明的，我立，嗯，你跳。因为这有一个点，这有一个顶，挺严厉的、哦、就算你这样补住。嗯，我们看一下这个目数呢，目数呢这个地方如果黑棋一打吃，白棋就面临着一种崩溃的惨状，这一打吃局部好像已经很难下了。
哎，他为什么不能在扑之前先打他一下呢？打总是你的，就是、哦、你这两个子不会不要是吧？对，这两个子如果提通的话，这儿有薄了，对，这些先手就没有。是，这样我们如果说这样看跳过，嗯，那黑棋这是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这个地方有三十目棋接近，这个地方这个角肯定是有二十目棋左右，因为本身就有十七目，然后这个地方边上是有沿的，行、嗯，大概有五十，中间五目棋五十五，这个地方二十目弱、嗯，这地方接近二十，差不多有二十，是，这个就是说有七十五了、嗯，那么多，这块空大概有五十多目，五、嗯、十来目，嗯，五十五目弱，然后这块空大概有十目有吗？十目应该有的吧，也就是十目棋，因为如果我拖了你扳住的话，我这儿有甲目啊、哦，是的，大概就是十目。那这个棋、嗯、就是黑棋就是六十五目左右，那黑棋白棋六十五，嗯，那这个棋黑棋应该可以了是吧？嗯，旁边十目该黑下了，收黑棋还厚，黑棋这种什么顶完将来冲了街有没有鲜味？嗯，反正有很多东西，嗯，明显黑棋优势。实战小范是更激烈的顶了一个，然后，嗯，对，再顶，直接就顶出来了。嗯，小范力量很大。这个棋白棋如果接上的话，黑棋是要跳的，可能是吧？应该是吧，要不然他顶了。嗯，黑棋可能要跳完了再跳这个，也许是这样。是，嗯，他肯定要跑出来嘛，不然他不会顶这个。这个棋断。嗯，这个挺狠的，这个好像比我刚才那个还要好一些。对、啊、差不多结束了，更狠，跳出来这个。嗯，我在想这白棋要怎么活呢？跑这个弯，嗯，他下得很稳。嗯，大家看白棋一个眼都没有。对啊，就是说关键是你活了你控也不一定好。是，这个棋黑棋只要占点便宜就可以了、嗯、没有太多的想法。对，现在感觉这个盘棋也是顺风满帆。嗯，走这儿。嗯，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九零后的棋手质量，对局质量也是越来越好。嗯，越来越厉害了。对，他走这儿，他不能穿进去吃他吗？可以、啊、很想穿吗？就穿呢，实战好像是穿的。是穿的吗？嗯，啊，就是穿的。这种棋呢，吃棋的时候，作为吃棋那方、嗯，他的想法是必须要把控帮住。对，就是绝对不能说吃着吃着我控不够了、嗯、这种是不能允许的，就只能给自己留下一条道是吧？对，只能说不能说不杀这棋就不行了，这就不太行，不能这样、这个对局心理一定要这样，就是如果你患得患失又想吃又想收控、啊、这盘棋是很容易输的。对，这个在就是因为毕竟围棋也是一个竞技体育、嗯、它蕴含着很多这个心理的博弈，是非常重要的对局心理。立下去，看起来白棋好像到位了。他这儿有个先手，然后这一虎，这能活？这个这儿是一只眼吧？不，他为什么不能这样靠进去杀他呢？可以、啊、靠好像很厉害。哦，哦，好像实战就是靠。是啊、哦，就是靠的是吧？嗯。这个棋好像成劫了，嗯，看样子是成劫了。那这个棋好像真的是没什么办法、嗯，好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都是比较简单的下法，靠这个，嗯，这就打劫了是吧？嗯，哦，我觉得。下成这样应该没什么悬念了吧，他只有接、啊、大家看这个是这是只此一手，你不论走什么我这个把这儿走了、嗯、你肯定是走不了两个眼的。是的是的，嗯，接这哎，他不能提在这儿打劫吗？这样是不是好一点呢？哎，你说的对呀、啊、为什么不提在这儿呢？对呀、啊、这目数啊，提在这儿主要是目数的问题，不主要是本身劫的问题。哦，本身劫呢现在是劫的问题，他主要是有一个担心，提在这儿的时候别人可能要搬这个。
搬这个。嗯，他之所以担心的是搬，你肯定要接上吧？对，我得接。然后坐，你拱，你这样拱。对，我先提一下。嗯，你走这个吗？哎，我先提。走这个的话不一定好，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你留给别人更多的眼位，他可能会点你脚。哦。就是说我这一脚，那我就晕了。对，你肯定是，我说你接上，不是你要团这个吗？嗯。我先提，你再挤，我再跟你这块杀气。那这个棋作为一个穿鞋的人，应该乱了。对，很惧怕对手搞这个。是。他这样确实目数会好一些。我觉得这时候他想法应该很简单了吧？他觉得打劫那儿，打劫已经优势很大了，是吧？对，获得一把飞刀，还怎么可能输呢？嗯，他就把这个搬了，然后接上啊，冲，挡住，嗯，打，打吃，嗯，提掉，提掉，嗯，白棋有劫吗？然后白棋在这挖，嗯，这本身劫，嗯，然后拐回来，这儿提劫，这不拐很不可思议，嗯，我觉得可能范廷已经进入读秒了，啊，他肯定是进入读秒了，因为。这个棋，这不顶打是吧？对，就不能说以这个说这个劫，因为现在明显黑棋劫材已经就是打破白棋，就是不论走什么劫，嗯，白棋肯定不能硬。那么这个地方这个目是白差的，亏的，对，明显是顶打要好一些，嗯，肯定应该。你看走在这儿，这个棋刚才点角是什么情况？点角好像不太容易杀嘛，看起来我跳着杀你吗？嗯，跳感觉上应该是死，但是白棋点在这儿呢，反正我觉得那儿总有棋，对，总是这样看着会好很多嘛，嗯，不管怎么说对吧，嗯，这样他打吃你就跳一个也没什么，是这个一下损十目啊，这损的有点多呀，对，这缩一下这个显然就是在读秒中我们经常会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时读到那个就是三四十的时候，啊，三四十，这时候呢你突然发现你前面有一个整体系统性的东西是看错了，就是你要重新去整一个新的变化图，在这个时候呢你通常你要去想一些别的大的方面的东西，嗯，然后这时候你会忽视现在这步棋该怎么应，嗯，然后就这个时候这种很大差别的东西你都有可能会失误，嗯，哎，这读秒的时候如果说发生这种现象你会紧张吗？紧张不会，因为我觉得，哦，那你肯定比较熟练了，就已经。也不是紧张，因为紧张没有用，所以尽量要排除没有用的这种事儿嘛。是，人的情绪毕竟还是因为说比赛比较多，情绪还是可以调控。嗯，这时候轮黑下，黑棋找哪个劫呢？啊，他是尖冲。啊，他尖冲一个。嗯，你这白棋肯定得把他抓了，要不然硬起来没完没了的。对，所以说黑棋顶吃在这儿好很多。那差多了。嗯。小尖的，嗯，感觉上白棋还是不太成吧。这个死了，那这个损失也太惨重了。对，这个好像也没什么胜负嘛。贴回来，但现在黑棋也是乐胜了。对，实战是范廷钰提了一个，是吧？就往这儿提了，我都没看明白一开始。他提这个，他就是想简明吧，他可能想法，嗯，因为下一步这个飞点。我觉得就是棋力很一般的业余棋手也都能直接把这块都杀了吧，已经，嗯，好像应该是至少是残废了，啊，这块棋，嗯，至少你，嗯，这上面全掉了，嗯，肯定是很残酷，嗯，白棋尝了一下在这儿。哎，我稍微有点不明白的是跟这飞点跟这个题有关系吗？这直接点呢我不懂啊，他要干什么究竟？这个时候刚才已经给大家判断过形势了嘛，嗯，我觉得白棋黑棋找劫大概获取三十目的实地就肯定赢了，嗯，因为这个地方毕竟目数亏了很多。对，那他如果说直接飞下去他都不行了呢？直接飞好像白棋几乎已经没什么应手了，我觉得白棋是不是要弃三子？那这个对黑棋这边就接一接，已经一把先亏掉了，而且这个接白棋想干什么？接完了他也连不上啊，对，接上就简单就断掉了嘛。嗯，小范他提了一个立下去，嗯，啊，这步提显然是实招，被别人一立亏了小二十目感觉，因为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你打
在街上打一拐是吧？嗯，大家能看到这个，我一般，哎，我是搬在这儿挺好。哎，不对，我可以断这个。啊，断你可以吃，我就搬吧，搬搬也不好。破线了。哎，那当时好像是有错觉，我看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没有棋的。对。好像是有错觉。那这个棋黑棋拍吃就完了。嗯。也没有什么变化，拍吃了挡。拍吃挡，他是不是拐一下然后脱线？你这个飞还行吗？我就飞呢，如果。飞我搬呢？打。接上。哦，等于这面是有很多看不清的东西。对，我可能是不是要先断掉一下？对，还是他挡在这儿，杀不杀得掉他也看不清。你挡在这儿死掉。我得先断着一下才行。嗯，所以这个棋很复杂。断着一下，嗯。所以这种时候就是突然之间想不明白。对，有点晕了。嗯，我们能明显看到他打这个是有点损，但是他当时不肯打。嗯，他保留变化。是的。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的真正败因其实跟这个潜伏是很有关系的。他后面这盘棋是输掉了。嗯、对。因为这步棋损了太多的目数，所以这个时候他不肯这样平平淡淡的把这块吃 了。他得拼。对，他已经搞不清楚怎么。就刚才如果说这个不提，你说你直接走这儿。对啊。他要怎么下呀、啊？我也不清楚。嗯。这个时候他实战是选择了这个比较狠的下法。嗯。但这个贯彻他的意图，也没有什么错。我觉得像输一盘棋往往你真正发现是你本身逻辑的错误、嗯、其实到最后并不是很可怕，这个事情其实是注定的，你仔细一下这个棋，因为你的知识结构嘛，决定了你这个棋必然会最后出现失误、嗯、那如果说这样输掉一盘棋的话，回去会不会对自己的逻辑进行调整呢？没有必要，一般棋手的内心比较坚强，不会去考虑这些。嗯、这时候，提他是提的吗？嗯，是提的呀。嗯，因为这个打劫非常多，看起来很困难。这个棋谱找起来，然后呢？嗯，他贴了一个，这个贴是劫呀、啊，他这儿可以做眼是吧？这个贴是好棋。这面黑棋的形状现在出现问题了，哦，因为它这儿现在有可能有托嘛，哦，还能做活了是吧？嗯，现在黑棋不能杀底下，杀底下白棋如果提先手的话，嗯，白棋现在在这个搬了一长，嗯，最起码贴在这儿是打劫了，嗯。而且这底下这个托也相当看不清，是这本来黑棋它的选择挺多的，现在怎么变成一条绝路了，就必须得吃人家，是那不吃不行了，这显然是主秒，嗯，显然小范还没有从英式杯的那个赛制中走出来大家知道英式杯是没有主秒的，可以延时， 嗯，就罚两点还是长，就这样啊、嗯、白棋提一个，然后黑棋拐，哦，变成打劫了，就是说他对那个什么已经没信心了、嗯、就是强杀，这个时候往往并不是说真的算清楚有什么棋不行了、嗯、这个时候不这样下他就不行了，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突然跟自己原来设计的东西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个潜意识的就是可能我不对，有这种感觉、嗯、对，实战中战况非常激烈，打吃提，然后白棋拖了一下，这棋感觉黑棋要走上不归路，对啊，接上，嗯，那本来是一个很好下的局面，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但没办法，这个就是说围棋的魅力、啊、而且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明金志熙这方面很强，对，断了，断好像已经要出问题了，嗯，好像白棋不靠打劫黑棋也很难弄了、啊，实战好像就这样，嗯，打，你看他都不提劫了，接上，然后挡住、断打，哦，等于这面黑棋也提不动，这面整体要杀黑棋，黑棋还没活呢，对，自己没连上，现在，哎呀，这个棋好像是完了已经，因为大家看这个长也加着二十目，现在白棋是在一个可以弃子的情况下，嗯，我觉得白棋如果说先生把这个切断了，就是说先生就全部收掉，肯定白棋赢了，然后白棋再拐掉这个，你想嘛，这地方得二十目，然后这地方又得了十几目，
这地方又得了，这地方也得了，你这只吃了大概三四十亩的杆子。那就是说刚才这个蹄掉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对，但是因为我们也是刚看这盘棋嘛，我们不可能说对它有一个什么客观的批判。嗯，因为如果说我们看这几分钟就批判的话，我应该去比赛了。打吃凌乱，好乱。是现在哦，现在好像已经很困难了嘛。因为这个地方我觉得白棋连走两手黑棋这块棋也很危险。连走两手的话，这个局部是不是已经差不多了？反正至少是很危险吧。嗯，虽然不一定肯定吃掉，但是可以说特别惨。他提了一个，嗯，这时候尖在这儿找了一个什么棋？尖哎，是尖在这儿吗？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哦，是提这个，白棋接住了。接住了是什么状况啊？这棋接住了，如果黑棋接住，白棋这简单的一扑吃掉，然后我又这个打吃是先手，接上一望，嗯，三气，你这已经气不够了。对，这个地方白棋是三气之后，白棋可以接上，关键是他可以连回去。对对对，那好像完了，所以说他没有接。嗯，这时候小范好像是。这棋确实收拾不了了。嗯，走走已经不太行了。这提好像已经没办法了，走什么呢？接上只有。他就是接的，然后被人家一冲。嗯，就变成紧劫了。断打。因为他如果提劫的话，白棋提接这个打无忧劫，他显然又完了。嗯、他只有走这个一大吃。接打，提接。啊，大吃。哎呀，这个时候还是认输比较好一点。太痛苦了是吧？对，因为这盘棋本来是赢很多的棋。嗯，就觉得那个打劫完了，应该找了这两个劫之后，应该很好下的棋、嗯、对，他跑去这儿提了一个，被人家一立，然后他又脱先了。对对对，是吧？也是因为他杀的是不是太狠了，我觉得。哦，他是不是杀的时候刚才那个顶打就损好多？对，应该说他现在还下了吗？他可能是还进行了一下。对，他把这个接上了、嗯、然后别人提的这个棋他是没有再继续下去。杀了半天这儿全死了，这儿人家还活的，你这脚上差一个。对，这个棋从心情上来看是很难接受。确实有点惨哈、嗯、这棋。对，当一个就是职业棋手、嗯、尤其是怎么说呢，就是心气儿非常足的职业棋手、嗯、输了这种棋之后是非常痛苦。对，没错，他主要的问题可能是不是出后面读秒的时候他有点着急了，他急在这儿。对，我感觉还有一层原因呢，就是、嗯、他对金志熙，他可能把金志熙当做一个他未来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哦，他所以说他好像很多下的我觉得就是有点斗狠的那种味道啊。他下的有点，有的时候应该守一下，对，他没守，特别狠是吧？太狠了、嗯、下的、嗯、因为想必金志熙也是韩国年轻一代棋手嘛。对 对, 对，他们将来肯定像范廷钰这么强的棋手肯定要跟金志熙缠斗十年左右的、嗯、我觉得、嗯、是。嗯，对，那么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直白的金志熙是中盘战胜了范廷钰，这主将之战呢是韩国队取得了胜利。那么最可惜的就是呢，最后我们的比分就是战成了5-5。那么它的最后的结果呢，就是，今天的结果是朴廷桓中盘胜陈耀烨，哦，陀佳希呢是半目胜了崔哲翰，陀佳希好像两盘都赢了。嗯，对，陀佳希很厉害。对，赵汉成是中盘胜姜维杰。嗯，这盘棋我刚开始看一直是姜维杰的好局。姜维杰从头控制到尾。对。但是后面好像突然有一段时间姜维杰。有点焦躁，就是突然发力了。我觉得不发力是他优势的局面。哦，那么最后就是今天呢，我们是2-3，但是因为范廷钰输掉了，哦、这盘棋也是输的不应该。那我们是谭笑谭笑获胜了。嗯，金胜仔，金胜仔。对，然后陀佳希赢了崔哲翰。啊、哦，等于说我们今天是2-3，那么最后呢？两场的结果是5-5打平，但是由于范廷钰输掉了，按照这个比赛的规则来说呢，我们中国队是输掉了。那真的是很可惜啊。对，不过总体来说，其实从内容上来说，你像姜维杰和范廷钰这两盘都是赢棋。对，而且我觉得小范这盘棋就是说充分的发挥了他的特点。对，
他一直他是在下他自己的棋，就是到后面我确实感觉到他受到这个时间的影响，因为后面就是我相信，我不知道大家看这盘棋摆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很乱，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就是在这个有限的时间来讲这盘棋，我们看起来都觉得挺乱的，对，不知如何下手，是没错。因为如果我们向大家介绍这个比较繁琐的变化的话，这盘棋大概要需要3个小时，估计也来不及哈。对，对，确实。不过不管怎么说，虽然这个比赛总体来说我们是输掉了，但是呢我觉得内容上来说我们并没有说跟人家差距很大，没有这种感觉。对，还有呢接下去还有很多的比赛。对，之前我们也已经夺得了2个世界冠军了。对，所以总体来说中韩这对抗的局面我想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吧。其实我觉得现在中国棋手已经有占上风的趋势。对，至少是不落下风了。至少像他们金智熙这些棋手都没有拿到世界冠军。对，我们这边世界冠军就是应该从朴文瑶开始算，就是小一辈的棋手啊，姜维杰、石月、周瑞阳、范廷钰，我们已经有5个人了。没错，包括像陈耀烨这个多次世界亚军，就是确实，对，我觉得我们这个还是非常有希望。没错，因为之前呢，我觉得我们总体来说是落于下风的，但是至少现在来说，不敢说绝对上风吧，但是肯定是已经不落下风。对，而且我们中国棋手现在，虽然说我感觉啊，就是肉搏的时候还是要差一点。因为韩国本身它是一个肉搏民族，他比较喜欢肉搏，各类肉搏他们都很喜欢。那个我们，像我们就是说，除了这方面差一点，不管是从布局还是到这个。就是大局观，然后到这个中后半盘的收束，我觉得我们个人技术都很强。好，对，好，那今天的直播呢就为您讲解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合作，牵手的是专业，覆盖，有容乃大。